的水准真的很高耶，而且大家都自动的掌声，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。因为现在大家在用餐，要能够听到大家的掌声，还真的不容易哦。不过我们刚刚小兰呢带来这首歌，也真的让我们现场朋友听得如痴如醉，对不对？你听完这首歌曲，我们老师的演奏之后，我建议大家尝一口红酒，你会发现这口红酒特别特别的甜，这就是美酒跟好音乐，这样棒哦！我们今天整个气氛都非常非常的好，这真的是很棒哦！谢谢你们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接下来这首歌就由我担任我们今天大会的主持人。我的名字非常的好记，我叫做如意啊，我叫如意。那我也来唱几首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这首歌叫做《城里的月光》。是来自许美静的作品，相信我们在场有很多的朋友也都有听过这首歌。知道勇气的